去找一个好听在公屏上。谢谢铁桃，感谢服务2023。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啊。找一个好听啊，这首歌是哪个电视剧来着？花千骨。谢谢福2023，感谢福哥，福我叫你福哥好不好？谢谢福哥，感谢福哥的福哥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今年应该是你的本命年吧，我要没猜错的话。今年是不是兔年啊，家人们？2023是兔年哈，啊对哈，好久没录过了，福哥，你是不是改名字了？错了啊，错了，今年不是兔年啊，家人们，啊今年不是啊。美女这吉他弹的真巴适，你错了，真没见过世面，我是吹的唢呐。此时此刻欢迎，啊改了。那我说呢，改名字啦，加个灯牌呗，福哥，每天都来好吗？欢迎三岁，每天都来加个灯牌，没点关注朋友们点点关注啊！欢迎大家前来令姬直播间，在下司马令姬，一位古筝才艺主播。直播间各位家人们，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啊！没带灯牌，带个灯牌，带上我灯牌以后，你闯荡江湖，别人要看到你带我明鸾殿灯牌呀，他们都哎退让三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明鸾殿在这江湖上乃天下第一，各位看到了，当然是闻风丧胆了。你出去闯荡江湖时报我明鸾殿一声，哎，你只要喊一声，我明鸾殿的家人们都出来帮你，可好？各位关注点点，点赞点点啊！谢谢大家小心心，感谢我福哥的亲吻，谢谢福哥，谢谢仪器销售杨哥，谢谢老高，感谢大家朋友们点赞点到10万啊！点到10万还有多久？8万还剩2万了，直播间400多个人，每个人点100下啊，每个人点100下就有4万了。我算过的，我算过的，每个人要点100下的话啊，就有4万，那么就有12万。
报名头会不会被挨打？报我名头，他们都害怕你，怎么会挨打呢？报我名号，他们都说，爱，就是说吃好喝好，就是说快快里边请，怎么会打你呢？怎么可能呢？这种事情不可能啊！我闯荡江湖这么久，我还没听说过呢，我还没听说过有这种事情呢，家人们。我们来一首《刀剑如梦》，可好？各位，把你们的掌声走走啊！来一首《刀剑如梦》，谁与我生死与共？更厉害的人会打呀！都说了嘛，我天下第一，哪来的更厉害呀？欢迎我华强哥，华强哥，中午好。匆匆去也匆匆，恨不能相逢，是你会与我相逢吗？觉得练习弹得好听的朋友们走不掌声啊，觉得练习弹得不错的大家碎银几两小星星扔一扔啊，欢迎品名听真，谢谢陈，感谢LSHAW， 感谢漫步星空你嫂子，谢我烟哥的亲吻，感谢我烟哥，吴哥你来我直播间也不是一天，你来我直播间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本女侠什么脾气你是不是第一次知道？这捏捏不能送，鲁迅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司马令箕的脸捏不得，你小子不要触犯天条啊，不怕司马令箕的脸捏不得，各位家人们小心心走走，感谢静好记的小心心，谢谢正能量，感谢赵六的灯牌，谢谢用户，感谢碧流河畔的小心心，别捏我的脸，
剑不是换了一把，那倒没有。白女侠的脸，那是嫩的能掐出水来，你只能送亲吻。你换一个。白女侠的脸嫩的能掐出水来，就是捏一捏的话，就给我捏胖了。你负责。换人亲吻，换人亲吻啊！你只能那个用亲吻，就是在脸上，啪，这样子，啵，这样子扒一下，自夸模式，哪有自夸啊？白女侠现在在蜀地，我蜀地山清水秀，天府之国，这蜀地的女孩子，这皮肤都是嫩的，能掐出水的，轻轻一碰，啪，就水就掐出来了，就各位你觉得呢？灯牌这不得走走，所以说啊，各位把这个亲吻走走，谢我牛哥，看谢我牛哥的亲吻，你看看，牛哥不是吴哥，漫步星空，你就得向咱们牛哥学习一下。你看咱们牛哥后面还开了个 VIP， 你觉得呢？漫步星空哥，你也带一个，四川盆地，那是自然，要不？加入我明暖店，我带你蜀地一日游呀！我蜀地天府之国成都，好地方，山清水秀的。加好灯牌啊！加入我明暖店，以后别再丐帮混了。丐帮的吃了上顿没下顿的，多饿呀！来我明暖店，哎，来我明暖店，我这里有好吃的好喝。漫步星空，你嫂子。你是不是以为我拿你没办法了？你小子，不准再送我捏捏了，再送一个，我就……我让你吃不了兜兜走，我让你吃不了兜兜走啊！油条，你小子怎么也加入了？漫步星空。别这样啊，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啊，我怎么说也是一代女侠，我怎么说也是掌门人，你们这捏捏送的我很没有面子啊，很没有面子了，走一个亲吻，走一个亲吻，油条，老油条，这是那我很没面子了，真的没面子，漫步星空，各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喊个亲吻，喊个亲吻啊！海阔天空了，快快快！海阔天空了，给个台阶，你要下的嘛？给个台阶你不下？家人们他欺负我，咱们榜二欺负我，家人们榜二欺负我，艾特他。艾特他，网暴他，骂他，骂他。行走江湖，什么？靠萌？萌是什么？点赞别停啊，朋友们！点赞别停，就严哥，你别凑这热闹，严哥，你别凑这热闹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，我刀剑没长眼睛。小心我对你嫂子不客气，刀剑没长眼睛的，你嫂子阉割，让你别凑凑热闹，非得凑凑热闹是不是？你信不信？我一会儿让你练葵花宝典，我一会儿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啊？我直接给你一箭穿心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厉害。一箭穿心，你想拿下宝森的大哥大姐们，拿呀，看你拿不拿得动。四川，我给你个万箭穿心，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竹子换新的了啊？那倒也没有啊，那倒也没有。身材不错，哎，那我还是挺开心的，
拖鞋认真吗？这都看到了。Hello， 小姐姐。嗨，豆豆。一接你，瞬间感觉自己回到古代了。真的吗？然后再看古装剧。来我明鸾殿做我的，就是我明鸾殿的这个女弟子大师姐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榜五。榜五？嗯。你确定？打榜五。你们家榜五，就是说现在很高吗？嗯。也就华子占榜嘛。那我先走了。我们家两个华子，是吗？那不许走啊！我要看看。我们家两个华子占榜榜五。嗯，今天上午还没有看到过华子呢，真的。你家如果两个华子看占榜的话，让我看看够可以吗？你看我掌管。来，那我还真得试试啊。哎，我们家榜十也就两华子，对啊。欢迎我晃大哥。榜十两华子。欢迎无名哥。那我先走了。打不过就跑是吧？榜五总分加单位数。榜五总分加单位数啊？嗯。我们要不单纯的打个榜五，要么打，榜十的。榜十。总分加位数，对，没有打榜五总分加位数的。啊，我经常这么玩。咋了？你榜十凑不起来？榜十凑不起来。要不打榜十？榜五。榜十总票加尾数，或者是纯榜五。纯榜五。嗯，好。试一试嘛。惩罚你说，不要又功夫老鱼啊。不功夫老鱼了，惩罚你把那个你输了拿后面那个画那朵大向日葵放在前面播三分钟。放前面播三分钟啊？向日葵。嗯，挡在脸上那种，挡在脸上播三分钟。行。我呢？啊，打我不是目的，目的是打服我。哎呦，好害怕啊！谁说的？你们家已经来吓唬我了是吧？我还没有被打服过。这么拽、啊，不要这么狂，家们，这会儿大哥大姐没在呢，别这么狂。嗯。那你要是输的话，你就，嗯，啊，是吗？不好意思，没看灯牌啊。嗯，你会武术吗？练一套。我会乱舞。真的，舞剑会不会？既然穿着古装的话。我直播间太小了，舞展不开。给你看啊。这样吧，你要输的话，你就钻到那个树后面去，躲那不？躲在那儿，说我被二豆打服了。可以。你让我三分钟，对吧？嗯。嗯，但是我不说话，你就躲后面说两分钟。可以。好吧。行，没问题。嗯，能看到大哥进来的话，也要正常欢迎哈，欢迎大哥，我被二豆打服了。行，可以，你接我，我再连一个。好，闭麦。嗯。纯榜五，家人们，这一局纯榜五，他们家说家里话占榜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有点害怕。纯榜五，榜十占榜。榜十占榜，纯榜五，纯榜五能够占个榜十榜的，咱们占个榜十，家人们。占不了的咱们就热气球，占不了的咱们就热气球占榜好吗？榜五榜十节占榜，榜五榜十节占榜，能占吗朋友们？谢我相思姐妹分享，榜五能占榜的朋友们占个榜。救命，有没有谁能够冲锋陷阵打个头阵走在前面的？欢迎我周周，榜五保时捷或热气球占榜，能占榜的朋友们占个榜。感谢赵六，要恭喜赵六升到八级啊！能占个榜的占个榜，周周能占个榜吗？周周，烟哥能占吗？烟哥，花花能占吗？只添一口能占吗？咱们榜五保时捷或者热气球
纯榜五，家们，纯榜五，浊酒一杯，咱们能占个榜吗？对面，家们，对面好大的榜，对面三个榜了。完了，家们，他们要打榜十，我们这会儿没条件，他们就是说，他们要打榜十的，我硬生生只打了个榜五。他们家三个榜了，家人们，他们家三个榜了，家人们，不抛弃，不放弃，就会有奇迹。不抛弃，不放弃，就会有奇迹。直播间所有朋友们，能占个榜的占个榜，保时捷或者热气球占榜，保时捷占榜，保时捷占榜，能占榜的朋友们占个榜。对面三个榜了，你说让不让捏吧？捏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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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哥，捏吧，捏吧，投降了一会儿。欢迎齐天取经，有没有大哥冲在前面的占个榜啊？榜五，有没有大哥冲在前面的榜五？纯榜五，家人们，那就不念了，那就保时捷。那就保时捷，榜五差五，榜五差五，家人们。榜五差五 ，LGG 欢迎我新哥。榜五差五，家人们，榜五差五位，能够占个榜的，咱们占个榜啊！保时捷或者热气球占榜。感谢我新哥的秘境，谢谢我新哥，感谢我新哥的秘境。榜五，家人们，榜五差五位，新哥打了个头阵，冲锋陷阵。咱们直播间有没有跟随我们新哥的队伍往后面占个榜的？新哥，我才发现你瘦的脸，哎，不对啊！纯榜五还差四位，家人们，纯榜五还差四位，有没有跟随我们新哥的这队伍，跟随我新哥的脚步？榜五差四位，热气球或者保时捷，莫言哥能走个保时捷吗？莫言哥，只添一口，周周，我们汤姆 ST， 看还有我们 C 罗。还有我们新希望，保时捷能上一个吗？感谢我外头，谢我外头保时捷，谢我新哥的红包，感谢我外头，感谢我周周。榜五还差两位，咱们榜五还差两位，感谢我新哥的红包，感谢我烟哥。榜五还差一位，家人们直接碾压他们。榜五还差一位，能占榜的朋友们占个榜。榜五还差一位，榜五还差一位，还有没有人能占榜的？海风哥，只添一口，只添一口哥，平淡哥，还有我们咸鱼大叔，朴大帅，榜五还差一位，保时捷到，对，榜五，新哥榜五，你有多的号吗？榜五还差一位，欢迎我逐梦人生，榜五，你大哥名姓名王文文涛哥，文涛哥能占个榜吗？文涛哥占个保时捷或者飞机，榜五。你没有，你玩不来，好吧，好吧，就一个号，玩到死，玩到死是什么话？可恶可恶！感谢龙翔，谢谢龙翔，感谢龙翔的保时捷，家们，榜五齐了，你没有，好，没有关系，莫言哥，榜五齐了，烟哥需要补一点，烟哥，烟哥能补到1800分吗？烟哥，补到1800分，补一个。补一个1000，再补一个那个纸短情长，能再补一个吗？烟哥，能再补一个纸短情长吗？对面三个榜，1200分，对面榜一46级，榜二42级，榜三44级，他们家有三个榜，但是我怕他们家最后两个榜偷塔，因为他们家说打榜十的。欢迎我如梦人生，我怕他们家偷塔，所以说咱们家这会儿能补吗？烟哥，你再补一个。纸短情长，或者还有没有其他大哥能补一个，补一个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花落长亭，能补一个花落长亭的，补一个花落长亭，补到1800分，1500分。欢迎星辰，不到1000分以上，家人们不到1000分以上，纯榜五，纯榜五，对面没动，那咱们再等会儿，再等会儿，别被偷了，这会儿呢。
这会儿的时间呢，就是榜五占满了，还有没有人能占榜的，可以占个榜二。哎哎，各位，咱们可以稍作休息，稍作休息，给大家扇扇扇子，给大家。对面在等嘉诚啊，没有加词吧？咱们是电脑啊。我看一眼啊。真假的？果然一战无情。有加成吗？去领红包啊，咱们去领红包。没有加成。辛苦啊，新哥，辛苦了，走走。辛苦了，龙翔。辛苦外头。辛苦我们燕哥。歇会儿，歇会儿。等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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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他们家怎么突然上来了？他们家怎么突然上来了？我看一眼啊，他们家榜一，嘉年华56级，他们家榜二60级，他们家榜三，家人们准备好榜五，全部补两个抖音一号能补吗？补两个抖音一号能补吗？补两个抖音一号，榜一到榜五。榜一到榜五能补两个抖音一号吗？他们家榜一30000分，他们家榜二30000分，他们家榜三20000分，他们家榜四1200分，他们榜五1200分，咱们家榜五补到5000分能补吗？感谢我新哥，谢我新哥，榜五能够补到一个抖音一号吗？家人们，榜五补到抖音一号，周周能补吗？周周不能投降，不抛弃不放弃就会有奇迹。感谢我外头，榜五补到5000分。补到5000分，外头说了，感谢我外头补到5000分，咱们补到5000分，我的妈呀，榜五补到5000分，能补抖音一号的，能补抖音一号的全部补抖音一号，家人们，能补抖音一号的全部补抖音一号，能补吗？家人们，直播间有没有大哥？后排有没有大哥在的？能补抖音一号的补抖音一号，总分咱们都拿下吗？总分。能补抖音一号的全部补，啊！救命！他们家也，我天哪！前面全部没动，后面直接上，怎么补啊？面子不能输，家人们，面子很重要，面子不能输，有什么上什么，能上抖音一号的上抖音一号，能上嘉年华上嘉年华，家人们，榜一到榜五，榜一到榜五，我们周周能上个抖音一号吗？龙小哥能上个抖音一号吗？燕哥能上一个吗？燕哥，花花能上一个吗？抖音一号，直接上抖音一号能上吗？周天，我们笑看人生，我们新希望，我们平淡，最后30秒，面子不能输，家人们，能上什么上什么，能有嘉年华上嘉年华，能有抖音一号上抖音一号。我的妈呀，他太吓人了，他们家榜五也就4000分，家人们，榜五就4000分，一人一个飞机。一人一个飞机，我们能上去，家人们，他们家榜五也就4000分，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飞机，感谢我新哥，一人一个飞机，咱们家能上去，一人一个飞机，咱们家能追上去，感谢我新哥，谢谢我新哥的嘉年华大队，感谢我新哥，感谢我新哥给的面子。感谢我新哥，感谢我们 White， 谢我 White， 感谢我周周，谢龙翔，感谢我燕哥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我新哥给的面子，谢谢我新哥，谢我新哥，家人们，保姆输了，但是新哥给了咱们面子，咱们在公屏上扣一波，感谢新哥，谢我新哥给的面子。他们家太猛了，他们家太猛了，我的天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家人们，太猛了，感谢大家，开麦了，开麦了，家哥哥是不是以为在打总榜？我们家以为你把我集体一号偷塔了呢。又给我们吓出来一个大哥，欢迎香哥，就是
这会儿大哥不骑，这当然不骑。没事儿，等你大哥骑的时候再打也行。你们家太厉害了吧！我的妈，家人们太恐怖了。我们家抖音一号偷塔，我是这么打算的。我们家房子占满，真的。太吓人了，家人们太吓人了。来看啊，走后面去给你。我想帮忙来着，欢迎波哥。谢谢大哥的零花钱。你去后面，蹲在那个树后面播，然后呢，来一个大哥你就欢迎一下，偷偷欢迎，欢迎大哥，我把耳朵打服了，两分钟，行，偷偷欢迎，好，对面哥哥几门吃上了啊，挪一挪，挪一挪往前，别看不清，挡住你，挡住你，对。你蹲在的那个盆儿后边，然后露个脸出来。嗨嗨嗨！对。嗨！我的耳朵打服了。耳朵家大哥太厉害了。我让豆豆打服了，我家大哥太厉害了。真的太厉害了。太厉害了！我的妈呀，占了华占榜。哎，对呀，大哥太多了，太狠了。太多了，有没有加？有没有那个什么药费啊？嗯。卡吗，兄弟们？好像是有点卡。他们家大哥太厉害了。嗯。我们家也很厉害，还有我师哥。卡了吗？我看。没卡。卡。对对对，怎么回事？我看看。我能听了，你们觉得卡？等会儿。没事，你蹲会儿，你蹲会儿，没事，你做你对你的就好了。好的。我有点卡，我看看啊。他故意的，家人们，他故意的。我蹲。坐，咱们没事啊，坐，坐下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啊。我再蹲十秒。气死了，家人们，我气死了。有什么好气的吗？不气，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家人们，没有关系啊！我扛了，是我心哥破费了，我心哥确实破费了，家人们，破费了，还没有赢，快去要医药费才对，要不到啊，来个翻跟斗，主要是咱们家这会儿大哥们都没在，谢谢龙少，感谢。呀，刚刚给我占榜的大哥大姐们都没在直播间了，感谢龙小哥，谢龙小哥第二次帮我打榜了，谢谢龙小哥，感谢烟哥，还有谁啊？还有我周周，还有 White， 看后面有点补不上来，要不然你能补一个？对啊，有点补不上来了，主要是这会儿好多人都没在。我没想到豆豆家这么贵，我以前跟豆豆家打从来没见过他们家这么贵的。再来一局，你占个抖音一号榜，雨下。
以前跟豆豆家打，他们家从来没打这么贵，他们家绑我最多打了个飞机。他们家绑我最多打了个飞机，我在想，估摸着咱们家的话，要是打个绑我的话，说不定都能打个飞机。他们都有60级大哥，那你要想一想，人家可能播了好多年了呢。另一季才播4个月、5个月不到嘛。呀，大哥都是慢慢升上来的嘛，哪直播间你一开播就来个60级大哥啊？你看咱们新哥不是从0级升到51级的吗？今天打火箭了，刚才他们应该5000左右吧，不，他们家绑我7000，他们家绑我，要是咱们家不上抖音号的话就赢了，我不上去了。他们家绑我7000，好贵。新哥那是火箭，那新哥升舰是升级是坐火箭啊？对，新哥升级像坐火箭，1天1级，对吧？他是前面的时间啊，新哥前面的时间是升到45级以前，那都是等于乱升的，45级以后等于是1天1级。谢谢潜，欢迎潜伏，谢谢潜伏。大家想听的歌点点吧，送我们龙小一首歌，好吧？龙小哥有没有想听的歌？龙小哥，谢谢龙小哥，第二次出来帮我们打榜了，谢谢龙小哥。这会儿太难了我。欢迎风，欢迎新兰，有没有想听的？龙小哥，你点一首，龙小哥，你要没有的话，我就送你一首啊。我看一下，龙小哥是不是第二次啊？我怎么记得之前有一个名字跟你一模一样？不是第二次啊，你的灯牌怎么才1级？我看一眼啊，认识一下，你刚忙完，没关系 ，White。我看看啊，下次不要和他打，下次有条件再和他打，没条件不和他打了，打不过他了，他太可怕了。我来认识一下龙小哥，你第一次来我直播间，认识一下。不是第一次吧？之前来过吧？好，没有资料。你点一首歌，那我送你一首啊。那你不点的话，我送你一首，我选一个啊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欢迎我新哥，新哥破费了，新哥，谢谢我新哥，感谢我新哥，破费了，特别不容易，特别不容易。对面太厉害了，对面全部加那会儿战榜，我再努力，我要下次我就是我再提升一下自己，我更努力一下，下会儿咱们家有条件了，我们也加那会儿战榜。你给我火箭准备可以啊，外套可以，外套下回咱们有条件嘉年华战本打死他，打死他。弹首歌，新哥有没有想听的？我给你唱歌还是弹歌？新哥给你唱一个歌，黑木崖领主啊。弹完了吗？还没开始弹呢，唱一个歌。选一个啊，你的答案，那暖暖吧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好久没唱暖暖了。龙哥，一会儿我给你选一首歌，龙哥，一首暖暖送给我们新哥。我很少唱歌的，咱们都可以随便的，你说的我都愿意去。小火车摆动的旋律，
都可以是真的，你说的我都会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。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重感，晒过太阳又觉得有希望，奉上热汤，我们两个汤匙一个碗，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，爱一个人希望他过得好，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一首暖暖送给大家，送给我们新歌，感谢我们新歌破费了，辛苦了。好听的暖暖，这是梁静茹的。都可以随便的，你说的我都愿意去，回忆里满足的旋律，都可以是真的，你说的我都会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。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，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，我哼着歌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，我知道暖暖就在胸膛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，爱一个人希望他过得好，打从心里暖暖的，更重要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从来都很低调，自信心不高，爱一个人希望他过得好，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我想说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，爱一个人希望他过个好，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你比自己更重要。我也希望变更好。一首暖暖送给大家，送给新歌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哦妈呀，今天不唱歌了，唱不动了，家人们。今天不唱歌了，我感觉我快唱秃噜皮了。我感觉我快现在有点头上有点开始转星星了，有点缺氧了，唱的不能唱歌了，最近嗓子不好。欢迎晶晶，十面埋伏弹一下哦，可以。可以，十面埋伏弹一段吧，好不好？完了，龙小哥走了，我是不是把龙小哥得罪了，家人们？下回龙小哥再来的时候，帮我维护一会，维护一下，家人们。下回龙小哥来的时候，帮我欢迎一下啊。看一下啊，十面埋伏啊，等我啊。欢迎老鸟。埋伏送给大家，等一下，别中了我的十面埋伏，弹一段好吧。
十面埋伏送给大家，觉得好听的朋友们走一波掌声，觉得练习弹得不错的朋友们，咱们可以把这个小星星小礼物走走啊，欢迎大家前来令姬直播间。大家中午好，在下司马令姬，一位古筝才艺主播，直播间各位江湖友人们若是喜欢呢，把这关注点点，灯牌带一带啊，本女侠武功勤功双双都是天下第一，直播间各位江湖友人们上方的福袋啊，咱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参与一下，参与个好福气，参与一个好运气，感谢诸位的小心心啊，我们把关注点上来，我们接下来呢接着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，轻弹点轻松的音乐，我这十面埋伏不好听啊，这十面埋伏不好听啊，各位咱们福袋都去参与啊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各位的小心心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接着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曲儿，我想一想啊，来一首青花瓷好吗？那我们来一首青花瓷送给各位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各位把好听打在公屏上，把你们的掌声都响起来。
给大家《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》。觉得好听的朋友们走一波，好听在公屏上啊！觉得令姬弹的不错呢，大家小心心可以走走啊！欢迎大家前来令姬直播间，大家中午好！没给令姬点关注的朋友们点点关注啊！觉得弹的好听的，小心心走一个，好吗？欢迎大家在下司马令姬，一位闯荡江湖的女侠。直播间各位江湖友人们，若是你独自一人浪迹天涯，闯荡江湖无门无店，加入我明南店以后，跟着我司马令姬混，我带你一天吃三顿，一天吃九顿，一天吃九顿，别想着说以前在那丐帮混，一天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吗？以后在我明南店富得流油啊！各位小心心走走啊，关注点点，朋友们一定把这个关注点上。令姬呢是一位古筝才艺主播啊，咱们弘扬咱们的民族乐器白马，可以下一首来一首白马吧。各位小心心走走，掌声的别停啊，点赞点他个20万怎么样？咱们直播间现在点赞11万，我们把点赞点到20万好吗？我们一起点点赞啊！我刚刚没骗你们，指甲都弹掉了，没骗你们，指甲都弹掉了。咱们把上方的福袋去参与起来好吗？福袋去参与一个好福气，参与一个好运气。咱们直播间1000个人，每个人都去把这福袋参与一下了，每个人都去参与一下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给各位又要拔剑了，你小心啊！我的刀剑没长眼睛的，我要是一不小心，哎，我要是一不小心刀剑无眼了，可莫要怪我啊！可莫要怪我啊！我要是欢迎帮主，家人们说曹操，曹操到，你们别在这丐帮混了，这丐帮的帮主啊，真的吃了上顿没下顿的，家人们，以后来我明南店啊，都加入我明南店，吃了上顿，一天吃九顿，一天吃十顿，领到红包的朋友们，红包占个榜啊！直播间有没有大哥可以发发红包的？咱们发一发红包啊！谢谢大家，我们福袋去参与啊！你想听我的最爱？天龙哥可不可以稍微等一下，这会儿再拉关注呢？天龙哥可不可以稍微等一会儿？稍微等一会儿可不可以？来，我们来一首《沧海一声笑》。闯荡江湖，怎能不听一首《沧海一声笑》？滔滔两岸潮呢？
涯何处觅知音，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。送给大家，觉得好听的朋友们走一波掌声好吗？觉得令姬弹得不错的各位小星星可以走一走啊。各位江湖友人们，没带灯牌的带个灯牌，来再给大家发一个福袋，我们直播间所有人去参与，给大家发一个500的福袋好吗？给大家发了一个500的福袋，直播间所有人都可以去把这个福袋参与起来啊，参与个好福气，参与一个好运气。感谢各位的小心心碎银几两，觉得令姬弹得好听的各位碎银几两占个榜啊，感谢大家支持啊，我们把这点赞点点好吗，点赞点他个20万好吗，现在的点赞是12.5万，直播间800多个人，我们把点赞点到20万，一起点一点了朋友们，一起点点赞了，双击屏幕就可以点赞，大家想听的歌曲啊也可以打在公屏上，令姬看到呢，如果会弹呢给大家弹啊，如果会弹的话给大家弹本掌门人、武功天下第一，这秦功也是天下第一，什么曲儿不会弹呢，直接打在公屏上，我要会弹呢就弹，当然我也只能一首首来啊，欢迎我天龙哥，谢谢，欢迎我周周倩女幽魂，咱们点歌的话诸位你觉得可不可以加个灯牌呢，哎，加个灯牌呢，清纯美丽，谢谢倩女幽魂，铁血丹心版各位觉得呢，意下如何，铁血丹心，因为倩女幽魂中间的伴奏太长了，我不是很喜欢弹倩女幽魂，铁血丹心峡谷柔情，兰陵王入阵曲，还有什么公公，东厂的还是西厂的，东厂的公公还是西厂的公公，我们来一首铁血丹心峡谷柔情啊，我想弹白马，刚刚大家说铁血丹心送给大家好听，打在公屏上，小星星走一走，可以走一个好听，在公屏上啊，台上的喝彩有，哎不对，台上的精彩有赖于台下的喝彩，
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掌声走走啊！十面埋伏，十面埋伏刚弹过了，执着，不好意思，十面埋伏弹过了，就在你刚刚没在的时候。谢谢大家小心心，感谢 LGG 啊，大家小心心碎印机两扔一扔，上方的福袋令机虽然说不多啊，但是是令机的一点点小小心意啊，是令机一点的小小心意。直播间所有朋友们都可以去参与福袋，参与个好福气，参与个好运气啊。令机的心意你怎能不领？你要不领的话，你要犯了这江湖规矩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的一片心意都去参与，欢迎落叶飞花，落叶飞花中午好。本女侠的心意啊，每个人都参与，直播间八百个人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啊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就喜欢吃罚酒，你小子，欢迎飞行员，你小子过来，你过来，我让你知道罚酒的厉害。当然我现在喝的是美酒啊，我现在喝的是美酒。这好酒好酒，上等的女儿红啊，这是啊。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啊，戏精上升。谁捏我？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司马令姬的脸捏不得，你要再捏我小心我。功德减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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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功德。你小子，你小子别惹我啊！我让你功德减一，我让你功德减一，小心啊！换成亲吻，饶你一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要许愿，换成亲吻，执着，莫非你想与我比试比试？我的剑没长眼睛啊，你小心。你小心，我的剑没长眼睛呢，刀剑无眼，你当心。来呀，你小子，飞行员你别捏我，刚谁都捏了我的脸的，都给我站出来，捏脸可耻啊。大家都知道了，直播间八百多个人呢，都知道我是司马令姬，都知道我是明鸾殿掌门人，都知道我是一代女侠，我很要面子的，不能捏我，换人亲吻，因为捏我的话我会很没有面子，谁去捏女侠的脸啊？那鲁迅还说过一句话呢，老虎的屁股不是，司马令姬的不能捏，不能捏，换人亲吻啊，换成亲吻，饶你一面，不换换吗？给个台阶嘛。我发现飞行员这个人真的，飞行员这个人他就是给台阶他不下，给个台阶你得下呀，怎么能不下台阶呢？下一下一下下一下下一下啊！欢迎新希望，你有台阶你怎么能不下呢？各退一步海阔天空。谢谢我周周，感谢我周周的亲吻，谢谢我周周。你看你得向我们周周学习，你看看咱们周周多好，捏谁要再捏我对他不客气，谁要再捏我一下我对他不客气，给他个厉害，让他知道本女侠有多么勇猛，有多么勇猛。一会儿我要让你练上这本葵花宝典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厉害，给你个厉害。飞行员今天葵花宝典你学定了，你过来，我给你把把脉呀，应该是个滑脉，自由飞翔，别捏我。第一次来我直播间是不是你小子？第一次来我直播间应该，第一次来我直播间应该是亲吻啊，第一次来直播间谁说的是那啥喜脉，我刚把了一下脉，他这是滑脉，滑脉呢就是说滑脉就是圆润，脉象圆润，他这脉象圆润，他应该是个喜脉。
飞行员，飞行员你干嘛了？这男孩子，哎，你在哄怎么回事啊？想要女儿还是想要儿子？感谢英文字母啊！你转什么转？你不要觉得自己名字叫英文字母，我就叫不出来你的名字了。我直接叫你英文字母，不要捏我，快点亲吻。人可以心神相依，道法。不要捏我，快点亲吻，给你个厉害，小心啊！中奖了，恭喜了中奖的朋友们，点赞别停，点赞别停。女儿，女儿，我知道，飞行员，飞行员要升级了，飞行员升级当爹了，哎，飞行员还是周周啊，有点搞混了，飞行员，不容易啊，那对啊，升级当爹了嘛，我们给大家再来一首歌，给大家再来一首歌，弹一首《芒种》，好吧。一首《芒种》送给大家。女孩越漂亮的女孩子越会骗人，不能骗我。觉得练级弹的好听的朋友们走一波好听，觉得练级弹的好的呢，咱们小星星可以走一走啊。感谢我新哥的花式，新哥这叫帝王套吗？新哥，这叫掌管，再来一遍。欢迎暗夜，这位公子好帅，谢谢。这叫掌管，再来一遍，家人们，我们此时此刻，我觉得。出去打个榜五，直播间的家人们有没有信心能够抵一抵令机腰杆的，你能够戳一戳
哎，能够站在我，能够让令姬把我的后背交给你的，出来扣个一。感谢我新哥花式炫礼，能够让令姬把我的后背交给你的，出来扣个一。你腰杆给我搓散，可以能够抵抵我腰杆的，出来扣个一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有还是没有？出去打个榜，有没有能够抵抵令姬腰杆的，出来扣个一。六个棒棒糖，可以顺顺，好久没看到你，可以报名了，报名了，走起榜五。我看看啊，谢谢我们新哥，感谢我新哥，报名了，报名了，小星星报名，小星星报名，一人一颗小星星。嗨，杜杜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司马令姬，哎，是的，是的，司马令姬，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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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刚开播，你700多人打个珠联数，我还想说打个榜五呢，榜十可以，榜五榜十，这么大吗？那打榜五呗，就，不不不，我加个榜十吧，我们刚开播，我真没条件，你没条件啊？嗯，大哥不是在吗？我都看到了，对面榜一，他点展馆了，他在打榜一。哥，你姐，你别开国际玩笑，不是打榜五的嘛？是不是大家一起嘛？榜五榜十加尾数，这样子可以吗？榜五榜十加棒棒糖朱丽人数，太多了，这喊的这要累惨喽。咱们设置一个棒棒糖心愿单，咱们家就是打个榜十榜五加棒棒糖怎么样？我看一下，我再想想、啊。朱丽人数，对，可以这样子吗？好，榜五榜十加棒棒糖朱丽。对对对，朱丽人数啊，朱丽人数，只需要人数就可以了。朱丽、人数，完了，这句可能朱丽人数有点危险。没有，我榜五不一定赢的，榜十也不一定赢的。我刚开播，可能今天一个人都没有。听他吹一下嘛，他直播间1700多个人，人多不一定票多。他直播间多我1000个人。你看我展馆就点最大的就一个热气球，那是因为你刚开播嘛。没有没有，不一定的，说不定今天所有就今天下播了都还是这个样子。听他吹，听我给你吹。榜五榜十加棒棒糖助力人数好不好？可以。咱们奖励的话，1000秒包加一个现场的。1000秒包加一个现场的是什么东西啊？现场的惩罚，现场的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好，两分钟，想怎么惩罚都行。对，来吧，把我的后背交给你。好，闭麦。闭麦了啊。好。榜五榜十加棒棒糖助力，家人们，来，榜五榜十交给咱们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，棒棒糖助力，助力人数，直播间，家人们，我觉得棒棒糖助力人数稍微有点受欺负了，因为他们直播间多我们1000人，我们直播间只有600多个人，他们直播间1700个人，我觉得棒棒糖助力人数稍微有点受欺负了，家人们，有点受欺负了啊。我们直播间所有人一人一个棒棒糖，准备好了吗？一人一个棒棒糖。感谢我 White， 谢我 White， 感谢我微笑顺顺，感谢信宇金传，感谢我自由自在，感谢杰，感谢周周，谢谢 White。家人们，棒棒糖一人走一个棒棒糖，咱们直播间所有人，棒棒糖大队走起！棒棒糖大队走起，一会儿回去给大家发红包和福袋。咱们这一局如果棒棒糖助力人数赢了，一会儿回去他们家过来给咱们家发一个1000的红包，回去以后令姬也给大家发红包和福袋，好吗？咱们一人一个棒棒糖，一人一个棒棒糖。感谢天龙，谢谢绿茵场上的生姿，感谢我们晴天。榜五榜十，咱们家的大哥大姐们，我们能往前占个榜的占个榜，保时捷或者热气球占榜好吗？保时捷或者热气球占榜，榜五保时交给咱们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。令姬这会儿拉一拉棒棒糖好吗？咱们直播间后排的朋友们，咱们直播间后排的朋友们，棒棒糖占榜，
棒棒糖占榜，他们直播间比咱们人多，咱们有点吃亏，所以说我希望咱们直播间所有人可以一起努力，一起搭把手，棒棒糖助力，棒棒糖助力，咱们此时此刻棒棒糖助力有多少个人？心愿单25个人助力，咱们直播间有546个人，只有27个人助力，有点太少了，家人们，我们至少100个人或者200个人助力好吗？一人一个棒棒糖，感谢 Tony 糖的棒棒糖，感谢二流子的棒棒糖，谢谢顺顺的棒棒糖，欢迎我怪好听的。榜五榜十，能占保时捷的占个保时捷，能占飞机的占个飞机。同时呢，直播间后排的朋友们，能上个棒棒糖的咱们上个棒棒糖。这一局 PK 打得稍微有点复杂，我希望我们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，榜五榜十先占个榜。此时此刻咱们家榜十，此时此刻咱们家榜十只有一个位置，榜十差九个位置，榜十差九个位置。能够热气球占榜的占个热气球，能够保时捷占榜的占个保时捷。感谢我怪好听的，谢谢我。哎，完了，怪好听的，谢我怪好听的，感谢我怪好听的飞机。榜五榜十差八位，榜五榜十差八位，棒棒糖助力咱们直播间所有朋友们，棒棒糖助力，能够助力一个棒棒糖的助力一个，感谢迷茫的小牛，感谢华尔兹，感谢咱们棒棒糖直播间所有人走一个棒棒糖好吗？直播间所有人走一个棒棒糖，能够助力棒棒糖的助力一下棒棒糖，感谢怪好听的，谢谢我花花，感谢锦衣卫。咱们现在的助力人数是36人，直播间539个人，棒棒糖助力能够助力到100个人吗？大家点击右上角，点击右上角的心愿单可以看到助力人数，点击右上角的心愿单可以看到助力人数。我们现在是40个人的助力，38个人的助力人数，我们能把助力人数助力到100个人吗？家人们，挑战一下自己。感谢怪好听的，谢谢天风下天空下的缘分，感谢我亲亲贝尔，欢迎我新哥，感谢梦境的棒棒糖，谢谢天空下的缘分的棒棒糖，感谢小牛的棒棒糖，感谢肖邦圆舞曲，感谢大伯哥的棒棒糖，谢谢股票的棒棒糖，感谢繁星点点的棒棒糖，感谢梦里飞花的棒棒糖。棒棒糖大队，咱们直播间棒棒糖大队走一波助力人数，棒棒糖助力到100个。现在的棒棒糖助力人数是41个，家人们，点击右上角，点击右上角的心愿单，我们可以看到直播间的棒棒糖助力人数。现在棒棒糖的助力人数是，现在助力人数是多少啊？是44个人，我们把助力人数提到100个人助力好吗？直播间后排的朋友们，能够助力棒棒糖，助力棒棒糖。感谢我新希望的跑车，感谢我亲亲贝尔，家人们，这一局咱们打的是榜五榜十加棒棒糖助力人数，榜五榜十加棒棒糖助力人数。我们家的榜五榜十，我交给各位大哥大姐们，我把我的后背交给你们，我们再拉这个棒棒糖助力人数。我觉得因为对面直播间比咱们直播间多1000多个人，我觉得棒棒糖助力人数我们很吃亏，所以令机再喊棒棒糖助力人数。我希望咱们直播间大哥大姐们能占个榜的占个榜，榜五榜十加棒棒糖助力。热气球占榜，榜十，榜十差五位，榜十差五位，咱们榜十差五位，保时捷或者热气球占榜，榜十保榜榜五榜十差五位，咱们榜五榜十差五位，咱们的榜五有没有还有没有能够补一个飞机的？还有没有能够补一个飞机的？感谢 LGG， 谢谢乔，感谢浊酒一杯，谢谢飞熊，感谢飞熊的灯牌，谢谢我亲亲贝尔的棒棒糖。榜五榜十还差五位，榜五榜十还差五位，能够棒棒糖，能够走棒棒糖的咱们走棒棒糖，能够走保时捷的走一个保时捷，家人们，感谢 Frank， 咱们棒棒糖助力，咱们现在心愿单的助力，咱们点开右上角心愿单能够看到助力人数，现在的助力人数是49个人，咱们的助力人数能助力到100个人吗？直播间400多个人，能把助力到100个人吗？感谢云，谢谢云的闪耀星辰，感谢云姐，是小姐姐吗？感谢小姐姐，感谢初阳微雨，谢谢乔，咱们只要棒棒糖上棒棒糖，咱们榜十好，榜十咱们榜十先占榜，
对面的榜，对面是红牌，对面怎么还是红牌啊？对面怎么还是红牌？咱们榜十差四个榜，榜十差四个榜。感谢品名听真，品名听真哥能够上一个保时捷或者热气球吗？能够上一个保时捷或者热气球吗？品名听真哥能够上一个保时捷或热气球吗？谢谢我倩倩贝尔，感谢我倩倩贝尔，榜十还差三位，感谢我品名听真的烟花，谢谢我品名听真。榜十还差云姐，云姐能够再上两个，能够再上两个或者三个闪耀星辰吗？云姐，榜十还差三位，咱们榜十还差三位，他们家会不会最后偷啊？我家吗？我看一下对面的榜啊，对面最后的时间里应该会补榜的。咱们家助力人数，棒棒糖助力人数是会吃亏的，因为他们家1000多人，咱们家只有400-500个人，是吃了很大一亏的。咱们家，对，他们家人挺多的，棒棒糖助力人数我们肯定吃亏，家人们，我们把榜五榜十赢了。我们把榜五榜十赢了，即使棒棒糖助力人数没有追上去他们，因为他们家人数比咱们家多1000多人啊，我们把榜五榜十给拿赢了好吗？逍遥公子能占个榜吗？我们把榜五榜十给赢了，助力人数我们会吃亏的，家人们，他们家多咱们1000多人呢，尽力而为，可以顺顺能够占个热气球或者保时捷吗？顺顺，咱们家榜十还差一位吗？这样子算，我算一下，不行啊，差四位，咱们差四位，他们家榜十开始占了，他们家榜一1200分，榜二1200分，榜三、榜四，他们家开始占榜了，咱们家的榜五补到3000分，还有没有大哥能够上一个飞机的？咱们家榜五补到3000分，直播间还有没有大哥能上一个飞机的？榜五补到三千分，对面的榜三已经1200分了，咱们对面的榜四1200分，他们家追上来了，咱们家榜五补到3000分，榜五还差一个位置，补到3000分，家人们还差一个位置，能补飞机的补一个飞机，我们星星能补保时捷也可以，补保时捷也可以，对面的榜十要补到1200分，至尊榜能占个榜吗？至尊榜补一个什么自行车？补一个自行车，补2000分。咱们家直播间后排的朋友们补到1200分，品名听真补到1200分。新希望，你的其他的号能补个保时捷吗？新希望补到1200分，他们家的榜十再补到1200分了，家人们，救命救命！他们家榜十再补到1200分，咱们家的榜十能补吗？天龙哥能补一个飞机吗？天龙哥，最后还有30秒，天龙哥补一个飞机，天龙哥直接补，我看一下。直接补，小牛哥补到保时捷，顺顺哥补到保时捷，帮主上个保时捷，帮主上一个保时捷，最后还有30秒，帮主上个保时捷，花花上个保时捷，感谢我新希望，新希望小号能上吗？新希望月下一曲四九人上个保时捷，上个保时捷，咱们直接上个保时捷 ，nice， 上个保时捷 ，nice， Frank 上个保时捷，帮主上个保时捷，大唐梦回大唐上个保时捷，最后10秒，完了，听天由命了，他们家榜十1200分。感谢我新哥，谢我新哥，抖音一号，感谢我新哥，抖音一号，新哥上午破费了，感谢我新哥，你刚来。榜五，他们家榜十1200分。哦，今天上午没赢过，家人们，我真的，又没办法，真的，大哥都没在，大家周一的时候都比较忙，今天上午没赢过，家人们，我真的太难了。谢谢大家的棒棒糖助力，感谢大家棒棒糖助力，感谢我新哥，谢我 White， 感谢我们怪好听的，感谢我们青青贝尔，谢谢我们新希望，感谢我品名听真，谢谢我云姐，感谢我们迷茫的小刘，谢谢我顺顺，感谢绿茵场上的身姿，感谢所有助力棒棒糖的家人们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欢迎我们看看哥，这么早播了，哎妈呀，对呀，太了，欢迎我们杨哥。没有没有，我这把真的挺艰难的，说实话，就差点站不齐。你看看您家的榜、啊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家差点都站不齐，我们差点都站不齐。我们家叫做彻底没站齐，家人们。怎么奖励我？来吧。哦，你发个1000的秒包，发个1000的秒包。
我发给你签的秒包，我来你家。要不你再开个会员可以吗？我连自己家会员都没开，我看一下啊。现场的可以改成开一个会员吗？你考虑一下嘛。我开会员就不发秒包了。那你，那你还是发秒包吧。家人们，快过去抢红包，快去对面，去对面抢红包。等会儿啊，红包在哪儿？发秒包还不如开会员，真的吗？大哥们为你着想，你为大哥们着想，你觉得呢？这我们说了红包就红包吧，下次我们提前说。好，一千的抖币红包，家人们，你们抢一下没关系，我们都说了一千的抖币红包，赶紧啊，三、二、一，抢！我也要抢一个，咱俩抢一下，咱俩抢一下，嘿嘿嘿嘿，我抢一下啊，我与红包擦肩而过。谢谢我们福瑞文了，感谢黄墨，咱们我有红包擦肩而过，感谢毛毛，谢谢奶油酱，谢谢红包，家人们。好，那你再奖励我一个，两分钟，你说。欢迎我们明明，奖励你什么呢？你想奖励我什么？我什么都可以，我全能主播。我能上天入地。你在中间写一个爱字吧，爱肚肚的爱，可以吧？额头中间画脸啊，我没怎么，我没画过脸嘞。那你会跳舞吗？我会跳的舞应该是艺术涵养是比较高的。那你跳个艺术涵养比较高的舞蹈，让我们家陶冶一下情操吧。那我想一想啊，等一会儿啊，那我给大家来一个，就是这个，傣族舞，可以吧？因为我艺术涵养是很高的，给大家来一个傣族舞啊。好，对，大家不要嫌弃啊，我的艺术涵养很高的。等会儿啊，我先把手机立上啊，因为是有教学视频的。我看一下啊。好，这段时间很火的一个傣族舞啊。我们大家说啊哈，傣族舞。有没有感受到一种艺术涵养很高的？有没有感受到一种艺术涵养很高？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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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。艺术涵养很高，非常高。有没有感受？有没有感受到一种？有没有感受到一种？就是说，马上天空，谢谢 White， 感谢 White， 天空要下雨的那种。天空要下雨，感觉到了，感觉到了。因为我刚刚施法了。我告诉龙王了，我对他施法，他说马上要下雨了，最近天气比较炎热。行，好好好，哎，对，辛苦了辛苦了，那我撤了啊。拜拜下回见。哎妈，家人们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，我今天没赢过，我今天打几把 PK 了，第二把是吧，没赢过。睡觉，你来直播间是睡觉的，亲亲贝尔，你小子，保姆，小乌龟怎么才来啊？刚保姆都没占满，保姆宝石，没关系，家人们，给大家发个红包，来给大家发个红包，大家刚刚辛苦了。我刚刚发了一千朵币的红包，我现在没币了，家人们。等我一下啊，我看一下我现在还剩多少币啊，我现在936，我这样子啊，我给大家发一个520的红包，再给大家发一个199的红包好吗？刚才新哥在没赢吗？
榜五榜十啊，咱们打的是周周。我们家打总分大家都知道的，我们家如果打总分除了新歌在赢不了，我们家只有打榜，但是刚刚新歌也在啊，总分赢了，但是咱榜五榜十输了。我看一下啊，给大家发红包去领，三二一。我刚刚没讲清楚啊，你们去领红包啊。我刚刚说咱们打的榜五榜十加一个棒棒糖啊，榜五榜十加一个棒棒糖的嘛。榜五榜十加个棒棒糖，你红包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发幺九九的红包，幺九九发抖币红包好不好？抖币红包去领，一百，我只能发一百的抖币红包，好，再来一个，我的抖币都发完了，再来一个五分钟的，领到的换成小星星占个榜了，嗯嗯。领到的换成小星星涨榜了。最可恨的这个二爹娘爱抽那鸦片烟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助力，辛苦了，感谢大家棒棒糖助力。我的魂念辛苦辛苦辛苦大家了，去领去领红包。到时过去这何处找少年呐、啊、清空了。我的躲避清空了，我就还有。我这还有十七斗币了，我这还有十七斗了，就没了，没了。谢谢比心，感谢比心，我的全部都给你们了，家人们，感谢沙漠鱼的比心，谢谢欢迎我们无色无味，欢迎谢谢英文字母，感谢硕硕，谢谢大家入团卡，全都给你们了。不睡觉打榜，你小子敢说我？我，你小子，你小子怎么回事？在说说我啊，说我啊，你那还要做惩罚我，多难啊！败坏了我的门庭啊！今日里一定，你小子一天天的，你小子，我多难啊，你们想想令姬多难、啊、莫敢不从，我莫敢不从，别睡觉，来直播间是让你睡觉的，来直播间是让你开心和快乐的，不是让你来睡觉的啊，搞搞清楚。欢迎淼淼啊，你好困，你小子不如睡觉，眼睛给我睁大了。你小子，我在睡觉，你喊我醒来不及了啊、哦！你在睡觉，天龙哥刚刚醒来就来不及了。你小子，别学我说话，口头禅都被你们学走了。秋雨下连绵，双江那清水河。你去门口站岗、啊，别在门口，就在里面站岗啊！不准出去。日常午休，好吧，跟你们谈点儿催眠曲儿。你们都辛苦了，在榜上帮我们令姬打榜上的啊，今天好背哦，感觉怎么回事儿啊？啊，你小子，给你们弹一点好听的曲儿，睡觉的曲儿，弹一首《声声慢》，好不好？声声慢，催眠曲，想都别想。谢谢顺顺，感谢顺顺，谢谢我天龙。天龙很喜欢扑棱蛾子。
这儿，降两个。我老是记不住张胜曼的调，每次都在听。在公屏上走一波好听啊，家人们，可以在公屏上扣一波好听啊，你小子啊，谢谢大家掌声，谢谢周周。我看一下啊，东方不败，我司马令姬，东方不败早已被我打败呀、啊、谢谢大家掌声，感谢大家小星星啊，小星星可以走走啊，家人们，小星星可以走一走啊，看一下我的最爱呢，你的那个歌的名字叫做最爱还是说叫做我的最爱？公屏走一波，你小子，你小子，欢迎我新哥，你小子你也要扇子？可以外头，可以外头，你小子你挺会带节奏的嘛，把我的口头禅都学会了，你小子口头禅，你小子，我今天一直说不打榜了，我今天不想打榜了，打榜打到我精疲力竭，家人们。开局不顺，多输几次就习惯了，输没关系，家人们，输说明能够成长，怕什么，对不对？输说明能够成长，能够在逆境当中学会坚强，能够在逆境当中成长，别怕啊，嗯，别怕啊，别怕，输乃是兵家常，输多了伤士气，对。
下回咱们必须赢他。走走，别捏我了，注意不要遇到电母，刚刚那是电母啊。下回我变成雷公，我给他个厉害啊。再会变成雷公，谢谢我新哥，感谢我新哥破费了，家人们，新哥真的破费了，谢谢我新哥。新哥给你来一段，给你来一个，算了你选吧。我刚刚说他们让我跳了一个，让我跳了一个傣族舞。大家知道 我不仅是个音乐家，我其实还是个艺术家，还是一个舞蹈家，就是那个啥，和一线玩的电波，真的傣族舞，什么傣族舞啊，傣族舞。天龙哥，叫我的最爱还是叫最爱啊？我的最爱是吧？有两天没看九跳鼠样子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我最不好，不好看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老鹰捉小鸡，你过来呀，你过来，我的最爱，你小子，好的，你我的最爱就我的最爱嘛，你小子加上这几个字干嘛呢？是不是忘了咋跳了？忘不了一点啊，记忆深刻，人家故意打错字啊。哦，你的最爱，你小子，店家水，海上的人店。什么司马，是不是这首歌？我没听过哎，天龙哥，欢迎风止啊。大家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啊，是的，好，最爱，你觉得能弹吗？我感觉有点不好弹，因为它有点不是很好弹。哦，歌词还挺好的，加上韩的，对，成都两个猛人，一个中国，一个停歌。钟哥很猛吗？还好吧，钟哥不是经常都，我不知道呀，我很少看他直播。婷哥我也很少看。张韶涵的。第一张专辑里的，等我找找啊，就吉他谱呢。张韶涵，钟无艳，张韶涵，欢迎龙小哥，龙小哥，不好意思，刚刚龙小哥，你有没有想听你点一首？龙小哥，完了，我现在有两首歌，龙小哥，你稍微等我一会儿，我找不到。天龙哥找不到谱子，全是吉他谱，我全是吉他谱，上午打榜都输了，没赢过今天。今天没赢过，下次可以。刘晨，我有刘晨的互关，但是不敢找他玩。那就牧羊曲，好，牧羊曲，牧羊曲，你这曲风差别有点大呀，完了，键盘没电了，等我一下。欢迎静夜思，静夜思谁小号？牧羊曲，我找一下啊。我跟你讲啊，我现在鼠标没电了，打不了字了。
新歌在电母也不用怕，有道理。新歌太猛了，家人们。看一下啊，哎呀，龙小哥溜了，龙小哥，怪不好意思的。牧羊曲不得行，应该是我的爱好广泛。好的，你后面别加个你小子。你小子，我看一下，我没有那个牧羊曲的伴奏。哎，我现在的伴奏用不上，我不是，我现在打不了字。知道，你有看过。杜杜平时也是电母，真的，我没怎么看过他直播。熊猫去哪了，小子？熊猫躺在地下了。我看一下，你们说啥？买电池去，你小子？不，那是充电的，那是充电的。行吗？我的熊吗？可爱的哥，换一个天龙哥，我给你换一个天龙哥。我大概知道你的兴趣爱好了，我给你换一首啊，我给你挑一首。我现在键盘没法打字，你只有让我自己来了啊。我给你来一个，我大概知道你喜欢什么了，兴趣爱好广泛嘛，主要是。四川可爱的熊吗？秒榜大哥，真的没条件也不敢跟爱嘟嘟打了，咱们以后。看一下啊，美人影你觉得呢？天龙哥，和牧羊曲一个款式的，一个款式。不好意思，四川话装出来，一个款式，你们听得懂吗？和一个款式。有一种键，有一种软键盘，没有，我找不来，怎么来呀、啊？在哪儿啊？我是电脑白痴，家人们，怎么来？我电脑白痴。
连银送给我们天龙哥，天龙哥还满意吗？天龙哥和牧羊曲一个款式吗？欢迎 nice， 差不多一个款式的吧。哦，问情，我换一个歌啊。可以，谢谢天龙哥支持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天龙哥开播就点了这首歌了，哦不，他就点了歌了。等到这会儿，咱们我都开播两个半小时了。谢谢天龙哥，你没有怪我啊，很开心。谢谢天龙哥，这么英俊，那当然喽，那当然喽。谢谢天龙哥。然后他点了那个歌，我还找不到谱子没弹，他又点了另外一首歌《牧羊曲》。结果键盘又没电了，键盘又没电了，又给你自己找了一首歌。你小子啊，你说巧不巧啊，还不下播吗？呀，差不多点了，这样子我先点个外卖，今天想吃个早饭呢，想吃个早一点的午饭呢，下播再点的话就会有点晚，想吃个早一点的午饭呢。我妈说她想来成都跟我一起住，给我做饭。她说看我每天饭都不吃。她说她要跟我一起住，每天给我做饭。可是我的家里住不下呀，怎么办啊？到点下班，小子。好的，我小子想摆烂了。你想买个大房子，要我买得起哦，我连首付都买不起。我倒是想买啊，我倒是想买啊，买不起哦，你小子。谢柳。该下播吃饭了，好，我先点个外卖嘛，反正外卖到也要一段时间。沙拉荞麦面吧，吃。因为是荞麦面不会长胖，哎，但是我都快吃吐了都，太难吃了。要不三明治吧，吃。就这吧。要两点钟才送得到，你这外卖怎么这么慢啊？看我今天吃饭的时候两点了，今天感觉又不像什么手机壳是哆啦 A 梦吗？对呀，是哆啦 A 梦呀，哆啦 A 梦。日落西山，谢谢星星，感谢人品。见过还有一个女扮男装的，你小子下播吃饭了，好，下播吃饭了。下播都没饭吃，两点钟才吃得到饭呢。弹点歌吧，想听的歌点吧。等会儿啊，要不我自己来。